生活馆开幕，圆满顺利，财源滚滚。舞龙舞狮热力开场，替全台首间食品零售集团优质生活馆新店开幕打头阵。3、2、1，各位嘉宾们，请剪彩。跟着镜头开箱生活馆内部，空间宽敞，加上华丽装潢，除了锁定大人族群，连小孩喜欢的可爱卡通现场也能看得到。当然，网美想找地方拍美照，这里也可以。食品零售集团结合百个品牌进驻，找采购、找收息、找娱乐，这里通通应有尽有。食品零售集团积极发展生活品牌，除了以零售体验为核心定位，更传承制造流通精神，有被市场上品牌整合模式。食品零售集团优质生活馆，把餐饮、休闲、娱乐、展演、美丽健康等各大品牌创新整合，店内从平价到贵妇等级商品全都有，食品更多元。除了在地美食，各国餐饮也能吃到喝到，让顾客在台湾就能品尝到世界般味蕾飨宴。我们发现现今的消费者是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，提供消费者更优质的生活提案。小型的精品百货、生活店，来作为定位，不断的变革，来满足消费者生活上的需要。各个品牌呢，我们都可以在店内的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复合的一个体验。优质生活馆把消费者各种需求照顾的面面俱到，全台首家开幕，引领消费者进到创新消费舒适空间，更体验优质生活。三立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